就解说员经常会提一些问题，然后他们提的问题好像你们都能很快的就能回答上来，是因为之前其实就有了解过咱们有些基础了解，只是没有到专家那样子。对，但看你们其实对于他的背景信息很多都还是了解的。对，我们小时候就是电视上有看过，纪录片里面有看过，所以能够来到现场我们真的非常高兴。那他们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刚才应该是我另外一位同事带着他们去参观的，他们真的很开心。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自拍，首先会先和兵马俑的这个军人来一张自拍，然后听我们的这个讲员同事他们去讲的时候，就是互动往来，大家都能感觉到，就是有很多问题想问他，然后有来有往这样的一个解答，真的感觉非常有意义，很有价值。像兵马俑博物馆呢，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直性的专题博物馆，我们博物馆是全年无休的。所以每天人来人往，都能看到好多个观众。包括这几天正值清明节假日，其实我们每天最高的上限是65000。其实就是在历史课本上面嘛，就已经有看过兵马俑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来看兵马俑。那看到的时候，真的比就是书上的东西跳到眼睛前面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哇，真的非常非常惊讶。在2000年前就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地下工程。就这样子一个建筑，这样子一个庞大的工程，就是出现在眼前，看到了当时还是十分感动，十分惊喜的。对。